从《流浪地球》计划启动的第一天起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地球错失了最后的逃离机会。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，地球将于37小时4分12秒后撞击木星。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。背对！血压等于500微是飞行生命，血压等于500微。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。 30年来，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，这不是简单的救援，我们摊上大事了。Warning: Earth engine system failing. Total 121 facilities. Correction: 1,001 correction. 3,000 correction. Correction. 军事法庭的，你疯了吗？这么干等于同归于尽，是不能再死人了。地球上35亿人，我老婆孩子全他妈白死了。你可想好了，这是我唯一回家的机会。快呀，快！我原来以为家在身后，现在才知道，家在前面。 无论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，我们决定选择希望。